当的距离。什么想要触碰爱情，却总是忽远忽近。偶像剧才有的剧情，现实的人生里有没有平凡的美丽？想对你说一句，我爱你是恋人最不懂的情话剧。我仿佛寻觅的新世纪，却还没遇见拥抱爱的勇气。想听你说一句，我爱你怎么会像梦境般遥不可及？等不到你回应，我只好把爱收起。